旧的通济宫限定古迹呢，限定古迹，限定古迹。旧的通济宫限定古迹，限定古迹。古今皆难念，古今皆难念。往南直走，五十公尺左右到西华。
剑桥一个清朝时代是重要港口啊，台江内海重要港口，北边联翔、北京港，再过来就是北剑桥，然后往南就是那个双屿毛草港，再往南就是毛豆港。海埔，海埔，海埔，然后再到南昆山。